5号前锋 No.5 at forward 刘铮。三分直接出手，这个球偏掉，哎，篮板球，啊，刘铮拿到，这个角往刘铮，哇，这个球刘铮的奇迹！去找王宗翰，传给刘铮，刘铮切入，这个球进去了，出手进，裁判还给了犯规。再回给陈奕迅，奕迅跳起来找人，这个球交给刘铮。 现在 corner 跳投得分，这个球被刘铮给抄走了。刘铮在前面是一个快攻机会没进，想法剩下5秒钟，这个球再交给刘铮，递给的是一个走步位，印尼的裁判。哇 ，M1 刘铮到篮下的出手，球打进，还有加罚，要下去了。3分差距球被刘铮给抄走，刘铮在前面快攻。 push the tempo 吧，再给刘铮3分球出手了，球进，可能立即要把他拉到中外。林胜伟是我觉得立即要拿好，再转一次去，再给刘铮，再一步，只有1秒钟的出手，拉手，逆袭，越南队目前取得领先，这个球被刘铮给抄走了，前面有修他的机会，一堆啊，刘铮在后面把球给抄走，闪过了，这球出手进，刘铮，你先跳投出手好不好？ 被发动快攻机会，靠在对方身上出手有，或者说没有那么多，但是他就让球员上上下下去找一个，接着再给到李健去找周一翔，哎，刘铮捡到篮板，接进来给小球，篮下林志伟单打有这个失误，刘铮回马枪底下出手进，刘铮拿到，刘铮外线跳投出手也有。 交给刘铮，转身要单打出手，对中华队的防守会比较。过前面有快攻机会，刘铮也闪过了。